CS Online 有一个模式，刚出时热火朝天，现在玩家少之又少。CS Online 史上最有趣的模式之一，躲猫猫模式。当追捕者的话呢，我们开局需要熟悉一下这个地形啊，我们来先把这个外面给熟悉一下。两辆车面，这两辆救护车，一辆 taxi， 一辆警车，一辆面包车，两辆小轿车 ，OK， 两辆这个冰红茶，然后到这个蛋糕店，蛋糕店的话呢，一张桌子，两个椅子，啊，这边也是一张桌子，两个椅子 ，OK， 两个追捕者了，可以，来看一下啊，两个救护车，一个 taxi， 两个警，他已经把这个干掉了啊，那没事了，我还在这边数呢，真的是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去这个咖啡店里面看一下，咖啡店里面是两张桌子，两个椅子 ，OK， 好像都没什么问题，这个有点可疑啊，各位。啊，不是，操，哪有教室走廊上面会来一个这个东西啊？操，还真有，我靠！我们来看一下这边。